聚焦杭州亚运有睇头，我系一名嗱白居易嘅诗句《江南忆》，最忆是杭州，讲嘅系古人对杭州嘅向往。正喺度办紧亚运会嘅杭州就更令人哋神往啦，净系亚运色啊就目不暇接啦。嗱，杭州嘅亚运色彩系统六个主题色都源自古诗词，其中主形象色嘅红蕴紫。取意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红蓝辉映出的紫色，水江蓝就是晴空水波紫色，寓意探索和创新，而湖山绿是青山生态之色，寓意自然和活力等等。其中红蕴紫作为亚运色彩叙事主线，在啲重要场景都会出现的，亦都是杭州城的主色调，再配埋其他色系，形成主题统一而且具有东方品质的氛围。当然要令到六个色系都有最佳的效果，要经过上万次的调试，每个电子大屏、巴士站牌等等都要一一测试和校正。咁當然就唔能夠忽視綠色呢個杭州亞運嘅大紫色啦。作為辦賽理念嘅首位要求啊，目標係要辦一屆環保碳中和嘅亞運，咁啱象徵住和平安寧同埋和諧嘅綠色，正係澳門特區嘅代表色。見到嗰啲身穿綠色隊服喺度為澳爭光嘅澳門選手，大家記得要多支持多打氣啦。正所謂，多彩亞運江南憶，澳門綠要更出色。